接下来呢是就是家具设计的部分了，我就快点介绍了好不好。这里 有几组设计吧都是针对就是不同年龄的这种孩子然后来进行的一些家具设计，这是一款。14가구디자인부분입니다좀빠르게진행할게요그주로역시이가구들도아동대상으로설계하고디자인하였습니다啊，那么这个也是叫护件，那它是利用了这个家具的这种组合的原理啊，组合的原理，然后就是就为了可以节省时间，是空间，为了节省空间，然后做的一个，那这个是4到12岁的孩子的一个就是围棋的家具的设计。이제품은이가구는서견이라고하는데요서로보인다이뜻이죠그리고이가구는그조합가구의한가지이죠그공간전략을공간더많은공간차지한지하지않도록디자인을하였습니다주로대상은4到12岁的吧아4到12岁네주로대상은그네살부터열아니그12세아동을대상으로한가구바로가구입니다那这个呢也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可以折叠的啊，它是就是中间这个茶就是下棋的这个棋盘哈，棋盘它又可以作为茶几啊，喝茶之用。同时呢，打开以后呢，就是两把椅子，就相当于四把椅子啊，所以它有很好的这种多用性和活用性。이디자인은그이렇게접혀서뭐그공간전략을하기위해서도적습가구라고해야되나요접혀가지고공간생략하고사용할때도이렇게꺼내서사용할수있는그런디자인입니다这个也是一组因为时间的原因哈，就快过吧，好不好？네次单口跟同学们就多讲一些这组家具呢，其实是我在云南认识的一个年轻设计师。那他呢是利用这个云南的这个就是古老的这种农作器物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农作器物，然后他回收过来然后这个腐朽为神奇哈，然后进行的一个设计尝试吧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哈，在日本哈，那个围棋哈，在下围棋的时候最好的木头叫榧木，那榧木。就是它产自云南其他地方不产，世界各地都没有产榧木的，只有云南来产所以现在的云南哈，那个榧木已经非常少了那么就是登州呢，它是跑遍这个云南的这个山山水水来收集这些老木头，然后进行了一个再创造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이제품은아주재미있는디자인인데요이분도역시제가온남에갈때에알게된디자젊은디자인인데요이분은온남에서그곳곳에다녀가지고그런가폐쇄된그런농작그런기구도구기구를회수해서재활용재디자인을한그런제디자인을하는사람이고요그왜냐하면그바둑판을보면은제일좋은재료는비목이라고하는데요이런목재료는온남에서만나옵니다다른데없거든요그래서이친구는온남에서이런목재료도찾아다니고그리고재활용하고재디자인을하는친구입니다这个呢也是一个品牌设计，那么在这个淘宝上有可以查到哈。那么他的主要设计师孟超呢，也是我们学校工业系的学生，同时他也选修了我的这个中国传统家具研究课程。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其实他也做了一些这个设计嘛。最后呢，毕业之后呢，他又就是重新又再进行了，就是把这个。我就说一定要做一款为这个孩子做的一个下围棋的一个
一个家具组合，所以他就利用了这种收纳原理啊，他将这个就是家具的这个棋盘呀，包括棋座啊，然后就很好的就是收纳在一起啊，就也为了节省空间，同时他有很好的这种空间的移动性啊，就非常适合在这种小户型的这种空间里头来使用。이 제품은 그 한 브랜드 디자인 브랜드의 제품인데이 브랜드의 수석 디자이너는 그 칭화대 미술대 학생입니다. 이 학생도 역시 태준쌤님의 전통 가구 디자인을 그때 그 수료를 하였고 그리고 이런 디자인을 하였습니다. 이 디자인을 보면은 그거 그 수납의 원리를 활용을 해가지고 공간 전략도 되고 게다가그바퀴달려있잖아요또이동도할수있고아주그런작은공간그작은집에맞는그런제품입니다接下来呢也是我的博士生现在是哈他在他这个研究生阶段啊就是做的一个设计哈逍遥游啊也是就九路棋盘啊他让这个棋盘更有具有很好的移动性啊，它可以背在身上啊，像一个背包一样的哈啊，它可以出游啊，可以在这个户外进行围棋的这个活动。이 제품은 또 태준 선생님의 석사 학생이었고 지금 박사 과정 중 학생이 만드는 디자인입니다. 그 보시다시피 이거는 휴대용 바둑 디자인입니다. 뭐 나갈 때여행할때다들고다닐수있는그런제품이죠接下来呢这是也是我的学生哈王浩洋他做的呢是一个一体化的围棋盘啊我们知道这个棋子哈其实传统棋子在这个下围棋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个年龄很小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它比较圆滑啊然后容易入口对吧啊所以呢在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比如说四到五岁的孩子在下围棋的时候如何让他有具有更具有安全性啊同时呢就是也让他有一些趣味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尝试啊它是一个棋子固定在棋盘上但同时又可以就是说那个旋转波动然后来就是说替换他的黑白子这样的一个功能。이 디자인은 좀 실업적이고 아주 재밌는 디자인인데요. 그 보통 4-5살 아이들위해서 디자인한 제품이고 그 왜냐면 바둑은 이렇게 들고 또 그 들고 아니 그거는 화동적인 그런 디자인 그런 제품이잖아요. 근데 이 나이대 애들 보면은 혹시나 그걸 바둑자를 입에다가집어넣으면그거위험하잖아요그래서그문제를해결하기위해서이런디자인을시도를했습니다일체화그러니까바둑은이바둑판에그고정을시켰습니다근데고정했지만이렇게돌릴수있고다른색깔도보이잖아요이걸쓴그흑배자를대신에대신하였죠그리고또아주안전하고재미있는디자인입니다这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啊他的作品呢就是将这个围棋的这种传统模式打破他这个传统模式哈他的灵感来源是一个就是对环境的一个思考啊那么棋子呢它是绿色的代表森林啊然后黄色的代表荒漠啊他是就是想表现这个就是在环境当中这个森林和沙漠的博弈啊，同时呢，也是一个围棋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下法吧，啊，然后也结合了跳棋的这种那个形态，然后进行了一个就是这种创新性的一个围棋棋具的设计。이제품도아까그친구한건한또다른제품입니다이거는아주좀실험적인디자인이라고봐야되죠그전통적인바둑의그런모델을다깨가지고한테부터다다르게하였습니다그러니까약간의그환경문제를그걸사고를해가지고그걸생각해서이그바둑자를마침나무하고